铁老板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网易的 CEO 丁磊。说完了是吧？来了，给大家看看这一块猪肉，咱们有一些提示板可以给大家看看。来来来， okay. 你来讲。你说一说这个未央猪是怎么回事？对对对，这个首先啊，嗓需要那么大吗？嗯，不用不用，没事，不用不用，我们有麦克风都听得见。首先呢，我们国家一年要吃掉六亿头猪。但实际上呢，你们每天吃到的很多的猪肉呢，都是饲